是让你们去激发创意，去改善现实中的困难问题。像你们平常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不喜欢时间，上课时间那么长。你不喜欢上课时间那么长，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。我不喜欢上排球。你不喜欢上排球，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晚上太暗了。你觉得晚上太暗吗？对啊。是吗？是哪里暗？佑成告诉我，那学校为什么会太暗？因为灯不太亮。那你想要怎么解决？放那个萤火虫。放萤火虫，还有嘞，好记。那个你说装圣诞树 LED 灯吗？对，那个。还有嘞，去带自己的手电筒。很好，带自己的手电筒。如果那个什么带手电筒来的话，如果那个没有电的话，没办法换电池。好。我觉得 DFC 很好玩，因为可以制作手电筒。你有成就感吗？没有成就感。我因为晚上的时候太黑了，所以我们做了这一个手电筒，不用电池就可以发电的，磁力发电筒。我觉得 DFC 可以动脑，而且还可以解决问题。而且还可以动动脑，就很好玩。我跟我妈妈讲，我做个手电筒是我最大的成就。为什么？然后跟她讲解手电筒的各种，这有以后的顺序吧，很正确。